是以北京圆明园为原稿，精选了圆明园当中48景中的18景修建而成。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圆明园中非常著名的远离观景观。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进行集训的第二项任务，和你们身后的这3道门有关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成员们平均分为2组，同组的5名成员快速进出3个房间并关上门，最终回到起点，用时短的一组获胜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记住了，很简单。然后我们随机把大家分成2组。那我们猛女都已经集齐了，他们没什么可能了。2位女中豪杰都在我们队，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是的。每一组只有2次挨打机会，我们取你2次的最好成绩，获胜的队伍每一位成员可以得2分。凭什么他们上一次就赢的那就得了3分呢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好吧。好，我们石头剪刀布啊，2队看谁先来。石头剪刀布，你们先。好。进来就好。这是从哪来？从哪去？你跟不行，我得在后面监督你。你别监督我，我怕踩着你。是吗？你在我后面。你在我后面，我才觉得你会踩着我。走。行，我们看他们冲冲。快可以，我这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不是随便跑吗？就是你不早说，所以这一遍就是一个演示，明白了啊？演示啊！妈呀，这累的都喘不上劲儿，演示了，多少秒？演示了，多少秒？29秒79。如果等我比这一遍慢，我们就取这一遍的成绩。好，还行还行，还可以。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还可以还可以，跟着跑就是。对，跟着跑中间的人就没有事，对。就是。第一组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3、2、1，走！哎呀，被挡住了，不算。这咋还干这事呢？咋了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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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，这咋还干这事？你咋啥事儿都干呢？这咋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这有仨门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重来是不是？我一出来违规。怎么这么无聊的人都有啊？无不无聊？无聊无聊无聊。来给扔下来扔下。陈哥，你这样很容易自食其果，一会儿他们也把我们关在里面，一会儿我们把3个门都堵住。没有，这一次肯定不搞你们，肯定我们按着他。对，你们来。第一组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3、2、1，走，箱子快，快，打开。小人关，走，好，小人关门，关门。小人关，关门。这是最快的了，尽力了。第一组第一次挑战，22秒78。Baby， 你是想把那个门撞开吗？好疼，好疼。第一
一组先稍微休息，我们是第二组的第一次挑战啊。好疼啊，那撞一下。对啊。你还好吗？但是那个特别逗。好，第二组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哎哥，那我一开门的时候，我把门开最大，那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，对，你可以开最大，贴得最近。不是，你不用开这么大。不是，你不用开这么大。不用，正常就行，不差那么一会儿。对，差那么一会儿就开最大。真的，真的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不耽误时间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真的，开到最大，门开到最大。好，第二组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，3、2、1。好愚蠢，这样看真的很蠢，好愚蠢啊！这是看台吗？我想说人，走走走走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吗？这个游戏我也那么蠢吗？我们刚刚真的很认真，你知道吗？比我们快，感觉快，我感觉比我们快，比我们快是吗？没有，刚才第二组第一次挑战24秒。哇，你开太大了，不能太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不公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不公平。他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示范的一局，我们刚刚也是我们组的示范。你可以再来一次。对啊，没有，这不公平。他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。你可以再来一次。对啊。但是再来一次会更慢哦。没有，快，趁着秦昊现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让他们再来一次。快，好，来吧，第二组，刚才算你们，也是算你们的测试啊。而且不用换，你过去就到后结尾了，这关门的人出。对对对，你两个不用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用换，不用换。来来，我来打他，我打他。好，全是你尾，换你们。好好好，我最后一个。不是，我们就谁跑最后一个谁关门。嗯。第二组挑战，请准备。3、2、1。哎呀，速度起来了啊！哎呀呀呀，速度起来了啊！哎呀！怎么错了？啥呀？啥呀？啥意思啊？那个出来一个，怎么错了？怎么还有一个人从别的门出去了？我们这也太搞笑了！多少秒啊？多少秒？多少秒？先说多少秒？24秒03。你刚才还多呀？那他们记错了。我们不用了，我们不用再比了。